死小子，怎么回事？那么长时间了都不联系我。你得去找他。周小波，周小波，你给我出来！李亚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给我打个电话。行，你先进来吧。周小波，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联系我。什么？帅哥，你来了。他是谁呀？他呀，是我空气。还有，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什么？你未婚妻？朱小博，你够可以的。你干什么呀？你有什么资格打我老公？
行，现在都有人护着你了。好，我走。你先别走，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其实我跟小博之前只是同事关系，那时候我一直喜欢他，但是他身边因为有你，所以我一直没敢告诉他。自从你越来越讨厌他，越来越嫌弃他的时候，是你给了我机会，我才能好感谢你。小博他是一个踏实的人，我不嫌弃他的存在，因为我比你更了解他。我得怎么感谢你呢？把这么好的一个男人让给我。那我就祝你们俩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。